工作上，所以其实椅子真的很重要，很宽。对，因为坐过很多椅子都很窄，腰靠不错，而且坐起来有点像跑车座椅。我科技业，起码9个小时到10个小时。那如果是久了，不会让你有腰酸背痛的感觉。对，我得再强调，它真的很舒服，它整个椅子的宽度让我感觉我可以左右移，往后这样躺着，不管是玩游戏、看电影、办公，我都可以用到这张椅子。